有个简单的问题，什么是爱情？它是否是一种味道，还是引力？从我初恋那天起，先是甜蜜，然后紧接就会有风雨。爱就像蓝天白云，晴空万里，突然暴风雨，无处躲避，总是让人始料不及。人就像患中感冒，打着喷嚏，发烧又小心，冷热交替，欢喜忧郁，乐此不疲。研究过许多实验，爱故事烂，发觉越想要解释越乱。所以说永远多长，永远短暂，永远很遗憾。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体验，滋味时而彩飞，时而下坠，时而又落泪。东南电影自己体会的心跳太贵。所以说永远多长，永远短暂，永远很缓慢。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计算，生命的诺言誓言，甚至谎言，自己去领悟。也许多年，也许瞬间，你自有答案。所以说，也许多年，也许瞬间，你自有答案。